育成フェリプ、あ、翔太郎、サイクロン、ヨーカー変身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JK， 今天呢我要来开箱，那我今天要开什么呢？就要来开我们的防重气泡纸。不跟你们开玩笑，今天要开我们的重头戏，就是我们的假面骑士的 CSN 腰带 W 的 1.5 版本的 CSN 腰带。那我终于拿到它了，等超久。我这因为当初开始在预定的时候，我就有注意到这一个，所以我真的，因为当初在预定的时候呢，我真的等这个等超久的，然后我是看到就马上订了，就是觉得说我怕到时候不订的话会来不及，就是可能就涨价涨得很夸张，大家都知道嘛 ，BP 限定的又是 CSN 那个价格，就是预定结束就突然整个升上天了，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马上来打开箱吧。哦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，这包装的，我的妈呀！就看到这个，这包装，哦，拆这包装都是满满的惊喜，就觉得哇，终于拿到它了，拿到本体，超开心的。那我等一下再拍一个盒子的特写。大家看一下这个，哇、哦！有没有发现这个？这是我们那个那个什么飞利浦，这是我们的飞利浦的那一半的那个超帅的这个盒子，然后上面就写着我们的那个我不会念。然后再就是这一面就是我们的那个翔太郎的，就是我们 Joker 的那一面。真的，下面写 1.5 版本。我第一次买那个 CSN 腰带，就觉得这真的，我的妈呀，这真的很有大人味。大家也知道嘛，那个 CSN 腰带就是出给大人玩的腰带。然后事不宜迟，把它开箱吧。它这边也没有封胶带哦，因为它 BP 限定的都有用那个盒子装好，不会像是说你平常那些，你一般买 D 叉版的，然后都会有一些胶带，然后就盒子就丑丑的，就保存起来就不好看。哇哇，好，可是它好重的塑料味，好重的塑料味。所以它正面是哪一面？哎，正面是这一面。哇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天啊，这真的哇，好重的塑料味啊！然后你看，它说明书也是用这个包起来的。直接看一下这包装，包装的多好啊！好，那现在就进入我们的开箱画面。首先，我先带给大家看一下这款商品的盒子，两面的封面呢，就是我们假面骑士 W 各一边的侧脸，然后呢，他们的右下角都有我们班带的标志。盒子上面呢，有一个我们假面骑士 W 的标志的图案。然后上面呢就有用英文写着 Kamen Rider W， 这盒子两侧呢都各写着我们产品的名称。再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腰带整体上的感觉。驱动器的颜色呢，主要是以金属红色与金属银色来进行搭配。腰带的黑色部分呢，都有使用消光质感。使用消光质感呢，会有三个好处：一就是可以增加它的质感；二就是不会让它有那么严重的塑胶感；三呢就是挂上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的明显。这腰带的颜色呢，主要是金属银色，同样也使用了消光的质感。再来就是必杀插槽的部分啊，这次也是使用了消光的黑色。虽然我没有 D 叉的腰带，但是我之前有看过 D 叉版的那个必杀插槽，真的就是塑料感很重，所以我真的时候就是真的觉得不太喜欢这一个，就是那个必杀插槽。但是这一次我们的 CSM 版本呢，就是用我们的消光色，就真的质感整个上升，完全就是不会有那种很奇怪的违和感。
再来就是盖亚记忆体的部分，这次总共给出了六个不一样的盖亚记忆体。再来这次的盖亚记忆体就是主打了还原剧中的银色按钮，再加上这次盖亚记忆体的图案呢，采用了反光的钻面贴纸。再来就是 CSM 版的灯光呢，绝对不是盖的，我观测电灯都可以拿来当手电筒用了呢。然后我在这边呢，跟大家科普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盖亚记忆体呢，大家看一下上面的英文字母，上面的英文字母呢都是 Y 的，但是你把它插进腰带打开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它的英文字母都变成正的。现在呢，我就来玩一下这个腰带给大家看。
好了，那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请帮我点下订阅跟点下喜欢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